来到了下一关，哇，它动是这样动。我们来到这个 D Open Air， 哇，好猛哦！右边还有，还不知道到底有几关，来试试看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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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这边还有一台超级警车大 boss。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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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要从这边，哎，帅哥帅哥，这里啦，加熊喝困，哎呦，困嘎啊，困嘎呢咪咪冒冒，这边还有一根钓竿啊，有没有哦，困嘎呢咪咪冒冒，哎呦，困嘎困好细哦，货真价实的困好细，好惨，哦，这边有只熊哎，好猛哦。熊哥跳舞，有船，哎，干活，我以为那个船要往前开，哎，他怎么爆了？哈哈哈！哇，警察贝贝很猛哎 ，It's no shit, yes it's shit, Yahoo！哎啊 ，Jack 5187，谢谢大哥。这个是干嘛的？大家小心，树垮了！哦，哇，一个锯耶！噔，哇，好会锯哦！有没有活塞运动？一二，哇，锯这么久！哇，杀掉警察会引来特殊的敌人。大家小心拍马屁啊！拍马屁大成功！哎，他怎么倒了？哈哈！呼呼！哇！突然发现上面熊跟那个大哥在互踢耶，好猛啊！啊，怎么烧的这样？哎呦，烧！修嘎 ，Yahoo！ 啊 ，Call the police！ Hello， 这边有个火堆，很漂亮，我情不自禁被吸引，我想站前面看一点。啊，怎么有人在里面跳舞？浴火焚身，看来是一只火凤凰，太帅了！哎，怎么有人在旁边，在马旁边睡觉啊？大家小心拍马屁！啊，又一个倒了，是不是？拍马屁拍到挂掉，这辈子没听过。哎，大家小心！啊！哦，困咖呢？来！哎，啊、哦、！Radio Calorie， 谢谢大哥，欢迎！啊哦哦啊哦！怎么又有人死在那边？然后大家都注意到一样，没有人要去那个。你要没有人要打电话 ？Hello， 我们来睡最舒服的水床，是不是？今夏最流行。哦哦，就喝捆。而且我发现他用轻功在睡，他其实没有进到水里面。轻功水上睡。啊！
对不对？黑衣男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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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左上角那样歌到底可以干嘛？真是不懂。噔噔噔噔噔，哇，怎么这么多人在睡觉啊？来来来来，这边睡。大家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个今夏最流行，有没有？哦，熊爱捆的一下，个人最喜欢睡在那里哦。呼呼呼耶啊呀！Hello，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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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小心，大家小心！哇，这个马踢到累了，马踢到坐下来了，不想踢了，生气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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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上面那个又在踢了，为什么每次都遇到那个熊跟那个帅哥在互踢啊？有这么生气吗？这个是什么？哇 ，Sword Master， Right God， What's that？ 哇哟哇！啊，美女，睡这边会着凉哦，我们去一个最好睡的。Best 睡 TW， 我、哦、这边也不是台湾啦、啊。来来，困家困家，哎呦哦，喝困了喝困了。这个是什么？大家小心树倒了！啊！好，大概其实也是没怎么样，就倒了。我好猛，我直接就可以把它弄倒。啊！又看到鬼了。啊！哎，大家不用紧张，他们只是在试试看今夏最流行速写水床，太好睡了，忍不住就趴在里面。哎，等一下，等一下。哇，我觉得这个喇叭一样不够大声。有了有了，燃烧了燃烧了，烧起来的喇叭最大声，蹦蹦！啊，真是太大声了，斯巴拉西！我困咖呢，就好困嘞。来来来来。今夏最好睡，睡到变黑人了。Hell yeah！ 左上方那个好猛，左边那个画面看起来都就是绝命终结战，可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嘟嘟，哇，这个警察骑着马过来，好帅啊 ！Hell the sea。What the wild? What's it 啦？他刚刚什么东西？他刚刚说什么 ？What the ever? What's it 啦？噔噔噔噔！哇，这个睡很久嘞。Hello， 帅哥，几米大几寸？来来，长大，长长，长长，长长长。有有，要加去长长长了。可以可以。这边还在激战呢、欸，这边一天到晚在激战。哇，熊被踢死哎、欸，好猛哦、喔！天哪、啊，这熊哥，哎、欸，熊哥又爬起来了、欸，好强哦、喔！熊哥被踢死又可以爬起来，无想转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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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Stupid animal！ 哇，一个怒骂、欸，生气了。哇，美女美女，你也来试试看水床。虽然不在我家，不过一样可以睡得很开心哦。
太好睡了。哇，帅哥帅哥，你有睡过水床吗？哇，那个美女睡一睡爬起来了，失败。来，喝滚喝滚，盖喝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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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又去打电话了。喂喂喂，警察吗？这边有个帅哥在睡觉。啊！啊！直升机又来了。左上方这个房间不知道可以干嘛、欸，什么事都不能做，好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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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个熊跟那个人一直在打架。这边也是开放性空间，我发现没几个地方可以来杀了。难过，啊，这个是怎样？这个怎么了？我从这边冒泡泡，他该不要睡死了？他又露出他的小小裤裤给大家看，背后位。Hello， 妹妹不要紧张，我来帮你，帮你去最好睡的水床，特别留一个 VIP 席，熊喝困。Hello， 你可以来睡一下。What the hell？ No no no， What the h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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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 Yo yo no man no man do， No do， 哦，是不是？还好那个毒没有想要搞我，差点就被那个毒搞了。大家不用紧张。你看有黑衣人，鬼鬼祟祟。No， 不累 No 哎 ，No， 哎哎，一个萝卜一个坑，就跟我们昨天所讲的一样，什么人就应该睡什么地方。免紧张 ，Hello， 穿花衬衫的帅哥，就跟你说这个地方比较好睡，都没人听。还好我日行一善，看到有人在睡觉，就帮他放水床，太好睡了。发现我们马哥。马哥怎么又站起来啦？很有精神的站起来啦。马哥踢啊！马哥踢死一个！哇，这个马很凶猛哎、欸，大家小心！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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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哇，那只熊一直在跳舞哎、欸，我够嗨！哇，美女，你怎么屁股翘高高啦、啊？来来，自行一善，大家都叫我行善小天使。哎哎。行善小天使 又成功的让一个人睡去了，我发现那只熊又倒了。Stupid animal， hello， 困哦哦，来睡这边睡这边，你这么乖就困下了呵。啊！大家不用紧张，吃啊！哇，我们马哥又一个踢，太凶猛了。出现了我们惊吓值百分百的美女，她现在看到我就会跟大家讲我是凶手了。不过不用紧张，你的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啊啊！惊吓小天使，不是我啦，躲得好好的。哇！惊吓小天使站在那边。守株待兔，守尸哦！我还没死呢，可以不要守我吗 ？Hello， 哇，惊吓小天使一直站在那边，弄得我很尴尬。我离那边远一点，没事没事。噔噔噔噔噔噔噔 ，Good，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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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只老黑 ，Hello 老黑 ，Hello 你好吗？忠心老黑，珍重再见。哦，上面一个白帅帅，等一下他们要发现了，往外跑，往外跑。我不知道啦，我只是跟着乡民进来看热闹的。小心打电话了。好，没事没事。拜拜。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可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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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那个手撕小天使还站在那边呢，就是爱手撕。我这边有三个耶，好想千刀万里杀哦。我就挥下去，我就要被抓了，小心一点好了。警察杯杯又跑走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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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箱里面进出哎，好厉害哦！纸箱进出大师，啊抓破，有没有？哇 ，Sword Master， 开玩笑，啊 ，Let's jump here， 要准备，啊，嘟嘟嘟嘟嘟嘟，啊，警察先生辛苦了辛苦了，哇，真是太累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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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警察杯杯就很勤奋的，非常辛苦的把两个人抱走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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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在这水下面桶下面的人会不会看到，每次都觉得会，所以我都不敢做事。看一下哈，剩下大概12个人左右。手撕小天使卡在那边不动，弄得我有点心浮气躁，都不知道去哪里看。抓到机会了，安南！哎呦！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安南！哎！哦，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白领阶级，干！你们都可以领50K，为什么就22K？你说说看啊！你可以教我怎么样才可以赚50K吗？是不是？好，我们先不要理他。来赚他的50K，哇！熊又被打倒了，哇！睡哥，哎呦，熊喝捆，来加捆，哎呦，喝捆，困哦是有，可以，没事，噔，是不是我们帅气的警察杯杯又骑着马带把刀冲过来了？噔，金发美女没有发现那边有一个人睡得跟猪一样，哎呦，睡得跟猪一样哦，哦，困咖呢？Ready 哦 ，Henry， 谢谢大哥。卤蛋，我追随你4年了，从以前期末考前还在看你玩世代交替，直到现在我顺利成为了一位医师，开始都抱你。开始都抱你是什么？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要都抱我，不过还是恭喜你成为一位医师，是不是？我们这么 peace， 当然会成为一位医师啊！我看你们这些观众。长大不是当律师，就是当医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看了我们的频道，看又 peace 又好看，又可以当医师。What wonderful！ 看一下现在要怎么办？下面一个白哥，哇，白哥终于发现了，赶快离他远一点。
哎，等一下好了。啊，终于只剩下13个，好不好？你要等落单不容易。那后面这边真的太越来越麻烦了。你要找到有落单时机的状况实在太少。Hello， 金发妹，哇，好可爱哦！抱歉，我刚看到你金发巨乳，一个不小心就弹出来了，不小心把你撞倒，希望你可以再爬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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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们的肥肚男，肥肚男要再拼命踹那只熊了。好、哦，我们白领哥，白领哥又看到鬼了，白领哥都不觉得奇怪呢，他一直在这边走来走去。啊，这边有尸体，啊，那边也有一个尸体，啊，怎么那边刚刚又突然出现尸体？啊，怎么刚刚没有，现在有？我又再跑回去看，啊，看又一个尸体，不对啊，今年不是五倍吗？应该要有五个尸体啊。他干你娘，真的五个尸体，然后还是继续在这个 party 里面走来走去，真是太厉害了，超乎常人的尝试判断。更猛是那个警察骑马的，一直从那边骑过来，又骑回去，就是没有看到那边倒了一个，实在太可怜了。为了纪念你，为了纪念大家都没有发现你，我决定让你去一个最好睡的地方安息吧，我的朋友。进去啊，进去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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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都聚集在右下角，我是要怎么打？我应该要先找个好的时间点去把手撕小天使干掉。全身白，他还穿那个就是连身泳衣，可是肚子两边会开洞的那种。哎 ，My O O G， 可是我看了你的频道，我去当警察了。可以可以，最爱看了。最简单的就是看了这个频道之后，未来都会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会有哪些职业？就只好随人顾性命了。大家加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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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Hello， 白领哥 ，Good。拿50K 嘞，好、哦，另外一个白领哥走过去了，选择性无视。啊，什么？我刚看到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好像也挂了，赶快无视他。啊，死前最后一秒，他想到了说，啊，听说看到跟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代表自己死亡将近了，然后就死了。哈哈哈哈哈哈！24689，剩10个。那个熊跟那个人都要干掉，哎、欸，应该用那个吧，刀去砍。现在很想要去搞那个手撕小天使，可是我真的不敢过去。你们大家都在右下角，好，不行了，只好过去武力介入。Hello， dancing dancing， 呼呼呼呼呼。耶、yeah, ，dancing dancing， 好、哦，哇，等一等走了，终于被介入了。看他们都聚集在右下角，到底要怎么打？哎、欸，啊，没，好，可以，没事没事。哎，我发现水里面好像看不到那个路上，看来这样可以触发他们离开那个水。赶快去看下面有个帅哥。哦，看来我们比基尼那边要看到了啊！比基尼那边看到了，吓死了啊！看到鬼，救命！比基尼那边吓到直接冲到舞台上面了，这么嗨哦！What the hell?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What's happening? God, I don't know. Real. 我还把一个白领歌拿去放。啊！终于打电话，抓到了，抓到了，就是他，他就是凶手。哎哎，好，我们的警察贝贝，警察贝贝在干嘛？警察贝贝在做好准备。警察准备好了，你们看到右边船上那个一直在前后扭动。等一下，这个抓上来，我就要这样把它绑起来。有没有抓回去了？谢谢大家，大成功。你拿去放好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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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干，就是你手撕小天使！哎呦，啊，手撕小天使射了！哎哎，打动物坏，动物大啊，是不是？坏 ！Hello DJ DJ Dancing Dancing， 现在为大家来高歌一曲，这首歌是我自己写的。节奏快一点好吗，大哥？看我 Sword Master， 啊干，啊干，啊干！哇，这好猛啊！不愧是超级 DJ。谢谢大家 ，Dancing Dancing， 呼呼呼！好了。Dancing Dancing 又结束了，结束了 Open Air。看后面关卡都好难，都没有密室给我用。Violent Maelstrom， Nature has a way. 任何一个密室，我就可以快速通关。And shortly after the Sawmill Massacre, our psychopaths succumbed to the horrors of all things. Really now, Mr. West, can we stop with the cliché storytelling? This isn't a tale from Narnia.How could you possibly know his motivations for being in that wood? Perhaps he wanted to feel closer to nature. Perhaps he was tired of killing. Just maybe he wanted to feel closer to his victims. All I know is when the cops turned up to search the surrounding areas, they turned up nothing. And this was a place right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So it wasn't like he could have gone far. There was only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He managed to hitch a ride out. You think he called the paramedics himself? Well, it makes sense, right? Splatter yourself with some of the blood of the mass murder scene, and the medics aren't exactly going to be picky about who they pick up. He's breathing. So you get him to the wagon ASAP. 超级呼吸器吗？是耶，是超级呼吸器。Too well for his or their own good. Own good. 哦，开眼啊，千刀万里杀。血溅救护车 ，this。来到了。